影帝级人马，亦所广思，耕田将辉主演，日本文学大师宫泽贤治传奇一生。宫泽贤治才华横溢，佢嘅童话作品《银河铁道之夜》被改编成好多视觉作品及动画，系超和末期日本动画嘅经典之作。本片由贤治父亲嘅视点出发，讲述呢位大文豪同家人嘅感情。以及佢追梦嘅故事。银河铁道之父 Now True 独家播放，现已上架。